是我啦，是我孙斌啦，孙斌啊，啊你来外久咯？我已经来一阵啊，无影无对啊，阿弟啊，我看你安尼生嘞，这尔年纪轻狂，这个病死真济，哦，安尼我知影。知影是。我甲你话，你拢无要听，啊，你就是你有代志有心事吼。吼，实在阮这个三囝真巧真聪明，无着阿弟啊，我捌个心事啦，哈。阿弟啊，我想讲你在条围观经这尔啊济年啊嘞，我看你哦，大家拢是喜气洋洋、笑头笑面，啊是安尼今仔日我看你呢，笑面相送，啊无安尼生啦，你有啥物哦心事，讲给我孙斌听，那万不哩哦，孙斌我会当给你斗解决，给你斗想办法啊。哎呀，三叔啊，你还够细汉水面，你真有好真聪明，不过这是国家母亲的代志，跟你讲。无路用啊！是安怎对我讲无路用？阿弟啊，你甲我教过啊，当年就是爱日子对无？以后我嘛是国家的栋梁，爱为国拍拼。你即马甲我讲，爱我何时的经验啊？这，你若无甲我讲，无甲我说，要哪会晓对无？主心凉，什么大项小事，淡薄仔爱互你知影。嘿啊！你若爱了解，听着说来，为去争国，企业要练国无灵。要来吹土讲嘞，当地的所在，你红毛菇爱开骨头来进攻了下，是阿弟啊，千主动万主动，连老骨领动大兵要拍进攻，无疑我叫进攻用少林的魔，地雷火炮召唤，全军覆没，南村三千遐兵士啊！我甲恁两位兄弟平安无代志，转来当地的所在，你红毛菇不得要将我斩死，是母亲大情托付，死在下面，活在感激为做小声官。是做这落代志，是叫我听听来听啊。万代为起一朝。